我们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我们先觉得连朋友都不要当。我要对你负责啦，你不要哭了，不能切啊切啊切啊了，切啊切啊。曾经在月老庙拜了大概快要两个钟头，我最后一句我就是跟月老讲说，最后一杯如果还是没有杯，我就自己拿一条。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啦。我们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我们先觉得连朋友都不要当。我们是退回陌生人比较好。你看啦，他哭成这样。我要对你负责啦，你不要哭啦。我就跟他讲，不要这么冲动，你冲动个屁呀、啊！我要宣布是说，我们两个在一起。喝酒了啦，哎呦，那多点两分真的好。混乱混乱悲哀。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他可能三天就被我打死。记下先生，记下朋友，卖个卡啦，我两个要切啊啦，我两个切啊切啊切啊啦。一二三七，切啊切啊。差一点吓死，你吓死我，差一点命都没了。一夜情，连这个我都不给他机会，搞得好像我没有原则。小天，你说阿布，你什么时候口味变了？我没有吃那么油了。嗯，小天，你赶紧来搞好，你买单吗？想一寡只有诶，不扛不顺。什么？他昨天很委屈，是恁爸开巴肚会。你稍等咧，事出必有因。请问一下，是从你的 Face FB 播出去，还是从我的播出去？当然是我的啊！对，从你的 FB 播，有鬼要看。而且这个事情，你看惊动所有的媒体圈，因为多少人要看笑话。我两个是做阿婆，才痛根根的，笑到天光啊！我不要一片。快疼无胆子，等到家己两个笑笑了，就开始起拍。一直跟你们笑啥？感觉两个人很配，那你眼睛不好。待会哦。我们就在沙滩那边，打到泥石我，挖一个很深的洞，把你先埋一埋。我们昨天呢，就是在一起啊，开开玩笑，大家就不要当真了，好不好？我的手机呢，到现在有800多通了、啊，都是记者啊，一些朋友打来的啦，啊，我不敢接。现在流行在垦丁，不是直播分手。我不是敢不敢播，你妈在开玩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了。好，能不能来给你一张分手的照片，做一个最后的澄清呢？